没有足协了，没有足协的秘籍。足协有三盆呢，在这呢，四盆呢。来，你要提前的人。嗯，那真的呀，大哥，意思就是，哦，没咋的，逮着呢，还掉了，哎呀，大师姐，这就是大彪，这下这么肥，来来，姐们儿，你也整一个，姐们儿，来来来，这家伙，别这玩意儿，花花吃一口，然后。我们老板会在你的公司做事。哎呀，兄弟咋吃？你看那个烟肉这一只表，嗯，这正经玩意儿，钱都没包。哦，至于他就在南京。好好。那个，谢谢啊。这里还有什么？我不是买的。说小说大的也不一定好，你得说胖的，怕他抗风，是吧？说小的，说二一吨多的那样的。真实话，现在这人呐，介入大哥不买你，啊不卖，我卖硬了。你家人还是收我了，喝点，喝点，喝点。哎，这边他有人要了，全包圆。你看过没？一堆包裹是五口猪。哎呀，这大哥自己来干啥的呀？这都是真的。这家伙得有600-500斤。哎，你别说，给我整个食材好吃的，这就上了。18斤，为了见面。哎呀，谁要钱？你要橘子鲜蕾。这都是大干嘎嘎不净哈。你。兄弟，你说这700斤的啥概念啊？盯着300斤猪还盯2半呢，尴尬尬不净。你说我就这么倒叉就倒叉不净了，是吧？嗯，十多分钟。700斤的猪，700斤我都少说了，这猪。就你这里告诉你吧，730多呢。前面那个第一个更大哈。那家600多吧？啊，600多，这是最在哪最大的公司？对。啊，你这塑料袋还多吗？多。哦，你家有？哦，那也没有兄弟，我就买这几把给你拿的吧。哎呀，这太多了。他不是一个猪吗？不过了，也有了。好家伙，这都这家勒的，你看这啥家伙都给急死了。哎，你要不说这个，我这大哥有走的吗？没有。这排骨多少钱呢？排骨卖了，这整事儿都卖了啊！是多少钱？20啊！整事儿都卖了，这大骨头这可宰紧了啊！你那就上东西，我这是18把的，他这一包是八十。杀完这四个猪，明天我都管不来，你信吗？听着吧。那肯定该睡觉就行了。明天那个。明天还有要的呢。明天还来呢，那你不能睡觉啊！明天他可不要这个，他要那个瘦，瘦就行，最多不超过3指标，他要那样的。那肉吃香吗？那肉照吃。说实话，无论是谁买，咱也不虚假，那肉照这肉吃就不行。但他吃不了肥的，没办法。对。炼油呗，再炼多吃。你们这个这大大毛东西不带人吗？得用别着嘞。咋不掉下多东西？那真重。哈哈，哎，我没掉下个道去过咋的啊？咋你给捞出来的？我这里不能玩，我先睡了，我先睡。
让他家，哎，这猪，这才叫出奇盖世的猪呢。这次那猪皮上回的胖是吧？上回那叫着胖就胖。这是就一个大猪，600几，690还是690几。忘了，啥呀？都是400来。干了8事儿呢吗？我干了8事儿。4个猪吗？8事儿。其他几个猪都不大，就那一个大猪。这回的大，真大。就是个奔哥呀，哗哗的。这样这样。兄弟，你员工不好忍呐，这家伙使劲儿，老人了，看这样。那你就是时间在这搁着呢嘛，你就一年的小猪，你就这几个月小猪翘吧翘吧的，那就那猪叫唤都是小猪小猪崽疼滋滋的。回领了。拿不到，我这干啥还得琢磨冲呢？现在，哎呀，这回个整把这大骨头，汪汪是咋整啊？好，这夸夸一击一卸是吧？对。这个套就让你套俩，好，来，这把敲山呀，我们都。羊肉跟山了，这里皮子多着呢吧？两个。这猪不用别的，就分割，你说分割啥时候了？别说卖了。没有咱加油，加油！这那个坐底下好几个呢。
再凑一点。能改变缝了吗？你走吧，慢慢的关注。这个多吃啊！忘了，没发。来，一二。对，先把它扣上。啊，到家咱们重新再整。吹一吹就不好看了。那我必须得整干净了。因为你放心吧，闹的它四根的。咱把那个都装这车，这个把车一锁就在这搁着不动。啥意思？你才关了。过地泵去吧。过啥地泵啊？过小泵。咱们大泵。啊。540啊。540。啊，3950。3950。2755。590。590。4396。4396。12231。拜。